跟中国同事的配合怎么样？你觉得？这个安排就是非常好了，配合是非常好了，非常好。我们的应该说我们的沟通是很好了，优秀了。今天的情况是更好了，病是更好了，但是天气更忙。所以有点困难，有点困难。对，但是不管这个天气冷啊，我们的有一些新的同事，有一些老的同事，我们都是一块儿在一起参加这个活动，那个感觉是非常热烈的。